生，你渴了呀？啊，对对对，渴了，渴了。哎，那个传媒大学主持人，请我们喝个饮料呗。啊啊！你们想喝什么？哎，我也去。啊不，你不渴，走，你不渴。受伤了，我来给他抹药啊！哎呦，去，手抽筋了，快，拿一下，快，你涂药啊！我这抽筋了，我看一下去。宋年文，你受伤了？小伤。那我给你抹药吧，你快吐过来。疼你就说啊，要不你把头发扎起来吧。怎么了？哎，我有点痒。疼都不怕，你还怕痒？可以了。我还没吐完呢。我好了。四年哥，你怕痒是吧？你就怕痒，我筋起来了，你怕痒？怕痒？还闹吗？不，不闹了。抹的怎么样？我还是口渴，我去厕所啊。继续。我也去。